雷神，嘿，干嘛？你小段子就蹦一下，什么都没发生。你雷。走吧这么闲置。我们刚刚逛了一下梯田，饿了，然后我们吃饭的地方位置也是绝佳，就在那儿，看到吗？叫做指南伯伯。指南婆婆、哦、婆婆啊、哦、好美啊，真的，而且空气好好。嗯、我刚才电话打来说这你们在喝喜酒。你呀、啊？嗯，王中饭。哇，这个是多肉吗？您这个也好。哇、哦，我那时候我就差不多就比这根再小一点的这种，我看到过一根，但我感觉要给它背回家有点困难，我就没背。老板，饭来了。哇，谢谢！哦，好香这个鱼。开饭，看我们的菜。哇，我们今天坐在好漂亮的地方吃饭，好开心啊！这是酱油吗？过来。我喜欢。好好吃啊，这个。是光油豆腐渣是吧？好好吃，你看这个，好酥好酥，然后这个很香，这个豆腐，好好吃，香刺鱼，很补的哟。嗯，很嫩，没有刺，我喜欢。只要没有刺，只要没刺是吧？然后蔬菜再来一口。啊，荤素搭配，吃饭不累。嗯，嗯。指南婆婆烧的好吃了。哦，好吃。就其实空心菜很难烧的，就一下就黑了，但它这个很嫩的。光盘了，光盘了。然后这是最后一个，给大家看最后一眼啊。沾点汁儿，就是我一口闷的事儿、这已经是最后半个了，慢点。嗯，嗯，哇，你看我们这都光盘了，说明这家有多好吃。嗯。